好了，我们来试验一下这款红虫捆绑枪，捆绑红虫速度到底有多快？我们将套管取出，套在红虫枪的枪管上，然后我们将皮筋通过套管套入枪管上，可以多套几枚备用的。接下来我们取出套管，然后我们将皮筋移动到刻度线处，将鱼钩勾住皮筋，然后我们钩枪上的这个手柄推出钩枪，推出钩枪之后用钩枪勾住红虫，这个钩枪要与这个塑料面进行平行的时候就可以拉动皮筋了。勾住红虫之后拉动皮筋，把皮筋拉脱。